Hello，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很高兴来到我们今天的阅读人专题读书会。我们今天来读一本书，书名叫做《内在小孩快乐，你才快乐》。好，我们刚刚前面我闭上眼睛，不是在睡觉，而是我试着跟我自己的内在小孩说话。然后很多人觉得很玄，到底什么是内在小孩呢？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帮助大家解谜，到底什么是内在小孩，以及如何跟自己内在那个孩子好好聊天，好好说话。或许有点像自言自语，可是或许也不太像。我们待会来跟大家解谜，到底什么是内在小孩。我们看很多朋友陆续上线哦 ，Hi Jay Alice， 还有学生，晚上好。也谢谢大家为今天内容按赞，并且转分享，透过你转分享，让我们一起享受美好的夜晚。然后，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要陪伴每个人一起经历快乐，学习快乐。好，我们接下来讨论今天这个主题，内在小孩快乐，你才快乐。先我们按赞，赞不只是给我们，也给你自己。好，那同时我们有第一个问题要询问大家，因为我们要聊的书名叫做《内在小孩快乐，你才快乐》。那到底什么是内在小孩呢？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或者你曾经听过但不太清楚什么是内在小孩，都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A、B、C。我们看很多朋友陆续来到咯，而且作者本人有可能会在今天晚上跟我们一起上线。虽然作者是日本人，我们待会介绍作者。作者有两位，一位是吉本巴娜娜，哇，是非常有名的小说家，而另外一位是平良爱玲，两位都日本人。可为什么说其中一位可能会来到我们的现场呢？直播的那个线上可能跟大家聊天呢？好，因为其中一位他是住台湾，住在台北，哇，非常特别的经历哦。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分享，你知道还是不知道？好，目前看到很多朋友写 A， 很多 C 也有，基本上好像没有看到 B， 好像没有看到 B， 没有一位是说完全不知道的。有素梅说不知道 ，B 有出现了。好，为什么多数人可能是 A 或 C 呢？好，因为其实内在小孩如果各位读者啊，有看我们阅读人的读书会，就曾经可能听我们介绍过，包括徐浩怡老师啊，或者有些心理学家都常常会谈到内在小孩。这内在小孩又是什么呢？好，那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我们待会来为你解谜。可是如果你知道的话，这时候也问你一个问题，那你对你的内在孩子、内在小孩你是否认识呢？你对你的内在小孩是否认识呢？也欢迎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一起交流分享，就你认不认识你的内在小孩呢？好，那到底什么是内在小孩？我先给大家这个主要的答案。好，内在小孩就是那个在我们孩童时期没有被父母满足的自己，所以你内在那个孩子没有长大。所以有人说啊，妈宝妈宝，可有时候妈宝不是不得已的，因为他跟原生家庭太过紧密、太过连接，而也产生了过度依赖性。所以有时候啊，近期有一些人在探讨妈宝这个主题啊。妈宝其实啊，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们是热爱家庭甚至孝顺父母的。可是当然，如果过分依赖父母，已经干涉到当孩子成家之后，或者到交男女朋友过程当中，也依然常常进行监督，哇，那可能就会干扰到下一个原生家庭了。所以妈宝有不同的角度来观点，可是有另外一种状态是，有些人连没有父母爱，他可能在小时候的成长过程当中，他没有受过这种爱的教育、爱的关怀、被支持、被肯定，也因此他在内心有一个孩童的缺憾，所以这是内在孩童、内在小孩在长大之后依然没有长大，所以他会寻求过去没办法弥补的。就像有些大人呢、过去小时候没有办法买遥控汽车，长大之后狂收集遥控汽车、遥控飞机，小时候没办法买到钢弹那些模型，长大之后一旦有了钱，因为他过往的小时候那个孩子没有被满足，所以他就把他很大量的薪水投入在那些钢弹啊、模型，所以这就是内在小孩的一种迁移过程。可是这迁移过程当中，内在孩子我要告诉大家是，基本上他即使你有没有长大，就是你长到多老多大，或者你是否成熟，他依然会在你的内心当中。我们都有保有那个童真，包有那个好奇，包有对那个世界的渴望，其实
这都跟我们内在小孩有点关系。所以有的人说，哎，原来跟自己想的不一样，对，还有人在认识当中。所以啊，我们今天要介绍作者吉本巴纳纳，他其实专门写小说，可是他在他其中一本小说当中却写下这段话。他说，我们不管到了几岁，我们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小孩，因为他总是被我们忽略，所以一直感到很寂寞。当我们脸上挂着笑容，心里却流着眼泪的时候，包括和没有感情的男人上床的时候，或者亲切对待别人却得不到别人亲切回应的时候，这个内在小孩他都会缩得小小的。所以我们要时常照顾他，带着他喜欢的东西，挑选他喜欢的物品，让他高兴，你这样人生就能够扩展出近乎无限的可能。所以这内在孩童啊，其实他需要被教育，需要被关怀，需要被支持，需要被倾听，而这时候就叫倾听你自己。所以他有点像是找回自己最原始的那个初衷，或找回原始那个最核心最核心最小的那一刻。好，所以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谈到的。所以这本书有三个主要核心，第一个要谈的是内在小孩对话。当你好好跟你内心对话，你的人生会过得越来越顺遂，也包括如果能够听内在小孩，在正确时间点听好，那么其实能够产生效果会更大。然后也包括如何照顾你内在小孩的方法是什么。所以这本书基本上是以这三个发展核心进行交流讨论。所以我们要介绍的书叫做《内在小孩快乐，你才快乐》。所以这时候也欢迎你为我们今天内容按赞并且分享。当你按赞，当然给阅读人一个很大的支持，哎，让阅读人快乐。可是其实有时候这个赞也是给你自己，因为按赞这种具象化的肯定，其实也是给自己肯定的过程。好，所以赶快为今天内容按赞，并且也给自己按一个赞吧。好，那准备要介绍我们今天的作者了。好，今天的作者有两位。好，一位是吉本巴纳纳，1964年生于东京，然后日本大学艺术学院文艺学系毕业。好，他以1987年以小说《厨房》获得第六届的海燕新人文学奖，正式踏入文坛，然后延伸也得到非常多关于散文啊、各种作品啊、小说的各样大奖，所以是一个非常大量那个什么多产的小说家。而另外一位作者呢叫平良爱琳。好，他本身出生在 东京日本明治大学文学系毕业，可在2007年跟一位博士有连结，成为他爱徒之后呢，他就开始发展关怀内在小孩的疗法以及教育方式。所以我们待会会来跟大家分享那位大师是谁。所以也因此他就是常在亚洲地区到处跑，甚至常常来台湾，甚至现在定居在台北。好，为什么呢？好，因为有一个很大原因，因为她嫁给了台湾人，她老公是台湾人。所以我们其中一位作者因为她老公台湾人，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可以能够在台湾看到这一部作品。对，然后她现在也透过写作和演讲方式在推广她待会我们要所介绍的一个疗愈，以及那个一种支持自己童年的过程的一个疗法。好，所以欢迎大家来阅读人听我们今天的主题，鼓励你把今天内容听完，因为今天内容应该都跟所有的人有关系，有很深的连结。好，那接着要先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好，这个问题要问大家是如何才能够活得自由自在，如何才能够活得自由自在。这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其实啊，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在生活过程当中没有压力，没有愁烦，没有情绪，没有愤怒，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是每天保持快乐，保持欢心。也欢迎你可以在下面写下你的方法如何可以活得自在。对，我其实常听到 有些人说只要不要太过分把心放在对方身上，其实把心留在自己这里就会比较容易自在。包括不要太挂心孩子的事情，像有的父母啊挂心孩子的事情从小到大，甚至当孩子已经到四五十岁还在挂心他的事，这就因此很难活得自在，因为你的心总是悬挂着。对，
有学生说，自律的人才能够活得自在，勇敢做自己的人 ，Ivy 说能够活得自在。如何才能够活得自在呢？然后也为什么我们很难活得自在呢？好，我要用书中的图示来跟大家交流分享。好，书中待会会介绍三个图。第一个图呢，指的是我在最下面，下面的部分是我，然后在上面是神性。好，我们始终和神性智慧连接，彼此如果是畅通，就会彼此传递智慧。然后因此，我们的意识和潜意识常常是这个本我的状态去跟着世界回应。可是如果你能够停下来，其实还有一个神性是跟你连接。这神性在跨信仰的角度，有的人可能在传统信仰就是佛道教，可如果在基督信仰就可能是上帝，然后如果是无信仰，就它可能是一个超自然的力量。而这冥冥之中这种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它其实一直都存在，而跟这个世界跟这宇宙在相连接。所以你可以 自己定义属于你自己的神性，你自己的神性。因为待会我们要用这个角度来探讨内在孩子的治疗过程，以及如何支持他帮助他长大过程。好，那通常的状态呢，其实会是像这样子的，就是其实我们多数人是跟我们神性断绝开来的。断绝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下面有很多焦虑、压力、愤怒、恐惧、羡慕、欲望、担忧以及孤独，这些事情把我们的注意力拉在我们当下的一些杂事或者让我们烦忧的事情上面，反而没有让我们好好停下来听我们内心的声音，或者听那个神性的声音，那个神圣存在的智慧连接声音。所以因此我们生命和我们的心是彼此失衡的，跟我们心灵是失衡的状态。可是当你清理之后呢，好，那你就能够重新连接在一起。所以最上面叫超意识，过来自己的大脑叫意识，以及你自己可能隐约知道又隐约不知道叫潜意识，它就会能够恢复自由状态，彼此串联开来。好，那如何能够清理我们刚刚遇到这个困扰，就刚我们中间彼此隔绝，谁要把那个隔绝的障碍物拿掉，该如何清理呢？好，有一个咒语叫赫欧波诺波诺，赫欧波诺波诺，这到底是什么？难道念这句话就能够改善我们的生命吗？好，虽然我说它咒语，其实就是因为我搞不懂，所以我称它咒语。其实它是夏威夷的一种语言，它的主要的含义叫做导正错误，而实践的方式叫做清理自己的心。导正错误，清理自己的心。所以当你能够清理自己的心之后呢，你就能够跟你的超意识相连接，你更能够清楚明白你的目标以及你的生活，你该在意，你该注意，你该感受到更多的感受是你生命中所拥有的一切。好，那又该如何清理呢？好，我接着要跟大家分享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四句话。这四句话可以用默念也可以说出来，分别是谢谢你、对不起、请原谅我、我爱你。谢谢你、对不起、请原谅我、我爱你。如果你身边没有人的话，你可以勇敢的在家里念出来，可是如果你身边有人，你害羞念这个感觉怪怪的，没关系，你可以在心里默念，心里默念。当你在轻轻念这些文字的时候，你其实会感受到一种暖流或者一种身体发麻的感受。其实在这过程当中已经在做我们的心灵的检视以及清理的过程。所以是谢谢你、对不起、请原谅我、我爱你。谢谢你、对不起、请原谅我、我爱你。我相信应该有人听过这四句话。我看那个 Candy 说他听过好，没有错。因为如果大家曾经听过，可能出于这本书叫《零极限》，修兰博士所写的。好，修兰博士他去了夏威夷，学到了这一套疗愈跟自己清理心灵过程的一个文字，就这四句话。而这四句话也带来很多的影响，以及对帮助了许多人的生命改变。而我们今天所介绍其中一个作者他就是修兰博士的爱徒平良爱玲女士，她叫修兰博士爱徒。所以因此她在台湾就在推动关于这个
刚提到的这个波诺波诺赫欧波诺波诺的疗愈过程，好好跟自己在一起的讲座以及演讲，怎样四处去协助人们。其实单纯念这四个字，其实它跟信仰没有任何关系，它其实是跟你的心有关。可是如果我回到，因为我本身是基督徒，回到信仰的角度，发现好像祷告也是常常在做这四件事。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在跟上帝祈求什么，从认罪，认我们生命的罪，所以认罪的过程有点像请原谅我，然后甚至请求上帝的饶恕，这请求上帝饶恕就好像感觉在说对不起，然后跟上帝祈求你希望能够改变的人事物，或为别人代求，就很像是谢谢你。好，当你赞美上帝的时候，就很像在说我爱你。哇，没想到光在跨信仰的祷告当中，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个四个谢谢你、对不起、请原谅我、我爱你，这异曲同工之妙的同义处，这很有意思。所以当你清理之后呢，好，你就能够与神性连结。所以如果你本身是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基督徒其实他有固定灵修习惯，固定每天早晚祷告习惯，然后但不完全每个都有啊，只是像我自己有，就会透过祷告过程当中去检视今天的自己，是否有哪些事情可以做得更好，今天的自己有哪些事情其实做得很棒，给自己肯定。然后但更重要的是透过祷告过程当中与上帝连结，感谢上帝让自己的生命还依然存留，可以为这世界去分享阅读。所以每个人都有存在的价值，而这价值就是透过，有点像是如果在信仰里面叫灵修，可是如果你不是灵修，你可以就可以透过这四句话去检视自己的生命，然后同时对自己说我爱你、谢谢你、对不起以及我感谢等等的文字，透过这些文字不断的去启示，也包括跟自己对话。好，那接着就要来谈书中里面所谈到内容了。好，其实这本书它的写作方式很特别，它写作方式是用对话体。好，如果大家有看过那个被讨厌的勇气，就是一个年轻人跟哲学家彼此对话过程。好，那这本书的写法跟它很像，它就是爱良女士，平良爱琳女士和吉本巴娜娜，这位写作小说家两个对话的过程，他把它记录下来写出了这本书。然后他们的对话过程当中就是试着去提问包括人生命当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好，例如这个问题，如何能够活出自己的步调，如何才能够活出自己的步调。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工作家庭两头烧，有时候你这样问你说你怎么把工作忙得一团糟，就这么把这么多时间摆在工作，却没有把时间摆在家里。可是回到自身的提问过程当中，你却又发现你在外面成就感比在家里的成就感多，所以你会产生很多什么，产生内心的一种情绪矛盾。所以这时候也要问大家了，你会如何活出属于你自己的步调呢？你会如何活出属于你自己的步调呢？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写下你的方法。好像我以我自己为例啦，我的步调就是我把每天该做的事情我会透过文字把它记录写下来，记录写下今天要完成的，然后如果是六日我会把下礼拜会出现的事情都用一张纸先整理出来，透过这过程当中去协助分配在每一天，让每一天都有事情会发生，让每一天我都能够尽可能去完成这些任务。然后当然如果没有完成我也不自责，因为我已经先把重要的都先完成了，可是有一些事情真的有它必须要花点时间，不是马上就能达成的，我也要放宽心来看待它。所以这是我自己的做法，我活出我自己步调的方法。可是你自己会用什么方式来做呢？好，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分享你的方法。好，这时候摸着石头过河，这也是一种方式哦。能够以你摸得到做得到的事情去完成，这也是一种可以做的方式。对，然后有人相信美好，凡事都有美好旨意，这也都是一种祝福。好，那提到书中有一段故事，有一段故事。好，这是艾琳女士跟巴纳纳两个聊天的过程。好，因为其中那个什么，艾琳就询问巴纳纳说，其实
我很多人问我说我在做什么职业，我总是说我在做演讲，而且是在分享赫欧波诺波诺，因为我的工作就是这个亚洲区的宣传工作以及台湾地区的负责人，对，所以他等于他自己有一个很大的身份要担在宣传以及分享的工作。可是他常很不好意思的是，他虽然就是他的身份造成他很大的就是家庭和工作的一个有点像不协调过程。然后巴娜就举例说，像你的公婆本身也是企业经营者，如果你能够诚恳的坦率表白说啊，不好意思，虽然我身为人妻，可是也有事业要经营，无法把丈夫和家里照顾的面面俱到，或许你能够真诚表达，就能够使事情圆融许多。因为你不表达，别人只会从一个角度，因为你就是家庭，你就是母亲，你就是要把家好好照顾好，所以人们只会看到这一面相，可是没有看到你另外一个工作付出的努力面相。所以啊，我在这一段故事，我直接整理出我自己的收获和精要，因为它是对话过程，我比较没办法把每一句对话一句一句都念完，因为这故事实在太长了。所以我自己摘录里面的内容，它的方式是一边清理一边实践。透过我们刚提到这个波诺波诺的对话，谢谢你，对不起，我爱你，重复重复的不断跟自己每天练习对话过程当中，一边实践你手中在做事情，同时啊，要诚实的表明自己现在负担的责任，然后以及可能没办法多头马车，因为这样是负担过重的压力，表明清楚，久而久之，慢慢的就能够水到渠成，活出属于你自己的价值，属于你的个性，属于你的生活，属于你的自律，所以这是活出自己最好的方法，一边清理，一边实践。诚实表明就能够水到渠成，所以要常常说谢谢你，对不起，请原谅我，我爱你。好，在内心默念，默念完之后，请为自己按一个赞，为自己按一个赞。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可以不断的带领大家一直训练，好好跟自己的内在孩子聊聊天，说说话，聊天说说话。好，那接着要问大家下一个问题了，下一个问题是不知道各位朋友，你如果遇到一个比较有钱的，或者这个人很厉害，你跟他在一起总会有一种自卑感吗？如果你遇到一个比较有钱或比较厉害的人，你跟他在一起，你是否会有自卑感呢？好，欢迎你可以在下面写下你的方法。对，就你自己是否遇到比你厉害或有钱，你会有自卑感？有人说我声音比较小声是吗？可以调一下你的那个喇叭，可能是那个你的喇叭比较小声。哦，有人说不会有自卑感。哦，有人有发现。啊，有人有一点不会同感。好，我们来看一下作者自己怎么写。好，艾琳先分享，他说他很清楚自己对金钱方面抱有自卑感。因为他从小就每天看着大人为钱的事情吵架，例如国中以前就深刻体验到金钱带的好处，一旦没钱，人们就会争吵不休。所以艾琳在小时候就因为家里面常常为了钱在争吵而担忧，所以有时候常有一句话叫做贫贱夫妻百事哀，一个父母在经济压力过大的状况下，其实很难好好把家里照顾好，或很难完全照顾到子女的情绪需要，所以这过程当中需要一点时间清理。而也庆幸艾琳长大，她遇到了导师，遇到了一个贵人帮助她清理她可能遇到的难题。对，因为巴娜说可是我现在从你的外表看来，你已经完全清理妥当了。对，好，艾琳说，因为国中毕业以后家庭的经济总算稳定下来，我先生也是在生活稳定环境中长大，可是当时只要有时候想起来回想过去那一段时期，心情还是会乱糟糟的低落。所以每个人可能遇到类似的情况，可能会把过去的回忆再带回来，过去回忆再带回来。好，那作者怎么说呢？好，作者说其实记忆是思考的习惯，记忆本身就是思考的习惯。好，这又是怎么说呢？
好，因为我们常常啊，你会一直想这件事情就已经根深蒂固了，所以它就会不断不断的循环，给你自己提醒。所以如果你过去家里面对于金钱很苛刻，其实你长大你说你要多大方也很难，因为你本身你的回忆就成为一种习惯，它会不断的提醒你，也因此它就成为你另外一种限制。可是如果你试着用我们刚刚说的，哎，好好说谢谢你，对不起，请原谅我，我爱你，不断的给自己重新检视，重新清理，其实会回到更仔细更明确的声音，了解到我的金钱该如何运用，而不是斤斤计较。所以这也是给大家的另外一种提醒，所以这时候也欢迎在内心说一下谢谢你，对不起，请原谅我，我爱你。当你说完之后，请为自己按一个赞，为阅读人按一个赞，也同时表明你已经完成了。所以有人说，哎呀，一直活在比较蛮累的，跟自己比比较好。才陪你说人各有长短，懂得截长补短就也是一种做法。所以好好的去检视自己是否常常与他人比较而有自卑感。好，这自卑感很多时候可能是你没有好好跟自己内在价值去清楚在一起，因为人活着本身就是恩典，人活着本身就有价值。当你能够给别人肯定，例如为阅读按赞，你能够给自己肯定，你就是有价值的。这过程当中都是一种不断鼓励，不断给自己自信心的做法。好，那接着要问大家下一个主题，下一个主题是如何迈向适合自己的未来呢？如何迈向适合自己的未来呢？好，如果你是比较晚进来的朋友，我们今天介绍书名叫做《内在小孩快乐，你才快乐》。好，这本书的内在小孩就是你自己孩童时期那个没有被照顾好的小孩，在你的内心当中，所以你长大可能会一种比较逆袭的现象。例如你小时候没有玩具，你长大会狂买玩具。好，所以因此你当你能够跟自己的内在小孩照顾好他，你就能够活得比较健康，对待事物的看法也会比较开朗一点。好，那接着要问大家，如果要选一个适合自己的未来，该如何选呢？如何迈向适合自己的未来？好，有的人已经渐渐活出了自己，莅临分享的有人活着不是为了别人，这也是很重要的提醒哦。所以如果是你，你会如何迈向适合自己的未来呢？迈向适合自己的未来呢？好，来分享书中的这一段。好，书中的这一段呢，我直接给大家一个重点。好，这一段的重点就是你要先满足自己的期望，也就是每天认真生活。当你每天认真生活，你就会不知不觉到了一些你想去的地方。我刚刚说的是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你去的地方就是你符合你想要的。好，也因此这种不知不觉所在的地方，就是你内心真正该前往的地方。所以要每天认真生活。可是人们总是对眼前的事情心不在焉，老是盘算明年的目标，但其实唯有着眼在我今天过得如何，你才能够迈向属于自己的未来。如果你今天过得很不开心，那么你可能到明天也依然没办法解决你的这个不开心。所以只有好好把今天的问题先解决了，你才能够勇敢的面对明天的挑战。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思维，很重要的提醒，要跟各位读者朋友们分享。对，然后另外一部分叫做改写你自己的设定值。好，因为有些人呢，总是把过去那个设定值，因为原生家庭设定值紧紧握在手中，而这个影响会影响到非常久远，从现在开始到下个月、明年、十年后自己，都会被这个框架所限制。所以我们必须要重新设定你的那个设定值，你就能够往新的样貌发展。所以例如有的人原始的设定值是家里很穷，吃很多苦，所以因此他每次总会把工作摆第一，然后或者过去可能他的父母总是要他穿多一点，不要露腿啊露胸啊，所以一旦长大之后天气多热，他都会坚持一定要穿裤袜。
不露胸不露腿，他对自己有非常非常多的限制还有保守。好，这都是你过往的那个人生设定值把你框住了。好，那如何清理这个设定值呢？好，其实一样用我们刚提到的方法，就是默念以下四句：谢谢你，对不起，请原谅我，我爱你。谢谢你，对不起，请原谅我，我爱你。好，当你心里念完之后，请给自己按一个赞，请给自己按一个赞，因为这也是一个改写设定值的过程，重新检视自己的过程，对自己表达感谢，同时对自己说对不起，因为你没有好好把自己照顾好，你没有好好勇敢活出自己，同时对自己说请原谅我，因为我爱你。所以不断不断的对自己阐述，跟自己内在孩子对话，这个清洁过程就能够使你跟心有更多的连结，有更多的连结。好，那接着下一个主题。好，下一个主题，那如果我想发光发热，我该做些什么呢？如果我想发光发热，我该做些什么呢？好，为什么设这个主题呢？好，因为作者说，常常有人来问他这个问题。好，我找不到我真想做的事情，我不知道哪里可以让我贡献，哪里可以让我发光发热。所以啊，他就问了这个问题，询问巴拿纳。好，巴拿纳怎么回应呢？好，他说，我要举一个简单好懂的例子，只是我要拿我朋友作为负面案例。就我一个朋友啊，非常非常会做菜，可他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做多好吃，而是动作很快。他总是可以在很多人觉得太晚不愿做菜时间做菜，即使三更半夜回到家累得要死，可是只要他心里想要做菜，想要吃个面，他可以马上从瘫痪的状态坐起身来，动手做乌龙面。然后作者说，我一直觉得我这朋友才能应该要投入餐饮业，可是他朋友说，哎呀，这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算不上什么才能，觉得他朋友总是否定自己哦。对，可是巴拿纳说，他总是佩服他朋友，佩服资质啊，就因为他真的实在太厉害，速度太快，这个不去餐饮业工作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所以啊，他就用这个小故事来带出另一个反思，是很多时候啊，我们一昧的追求可能不是自己擅长的东西，这过程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是在努力去学习新的事物、新的技能，可是有时候要反问自己的内心一个问题是，那么你追求这么多之后呢，你原本擅长的你是否就要放下来？你为什么你没有好好想要把你的擅长的东西变得更厉害，磨得更光更亮呢，却要去学那些可能本来就很不擅长的事情，然后花很多力气还是一样没办法到顶尖？是要找到自己内心擅长的。如果你没有做这件事，很多时候最大问题那个核心的根本叫做你没有喜欢你自己，你讨厌原本的自己，讨厌别人自己。所以作者说，别一昧追求自己没有东西，因为一直追究下去，找到最根本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讨厌真正的自己。所以只有不断清理拆除这个框架，你才能够遇到真正的自己。好，所以这时候要清理框架了，请试着在内心说，谢谢你，对不起，请原谅我，我爱你。谢谢你，对不起，请原谅我，我爱你。当你完成之后呢，给自己按赞肯定一下，让我们知道你有陆续完成了。对，有人写下阅读可以带我们去跳脱生命的迷茫。学生说，充实自己的内在，哪里都能够发光发热。对，没有错，是的，只要找到自己擅长的事情。所以你找到你擅长的事情了吗？如果找到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咯。好，那接着要讨论下一个主题，培养人际关系的方法。对，因为这本书书名叫《内在小孩的快乐，你才快乐》，而人生最大的幸福其实很大原因来自于与人的友善连结。如果你生命当中有一群人支持你，你生命当中有一群好朋友可以听你说话，听你聊天，给你支持，给你安慰，那么你人生就会快乐，就会幸福，因为这已经经过非常大量的研究证实的。好，作者呢，巴拿纳他用一个故事来举例，他以探险家为例。好，他说一般人心中的探险家都是慷慨激昂前往未知的地区，可他说其实真正的探险家会在前一天整装待发时，把绳结重新绑个练习100次，
或者是熟不就会大量的去清点自己的装备是否齐全，然后经过这一段非常朴实无华而且非常无聊的流程，因为这一段不断不断重复做的过程就才能够足以应付探险需要以及避免风险的发生。因为如果你要攀登像富士山的话，作者说光靠双脚可办不到，你身体能力需要有非常多的特质，所以包括睡眠要睡得好，身体要受过足够训练才能够去探险，所以只有用这种探险的角度去为自己预备的人才能够达成你想要达成的目标。然后也包括你去旅行的时候，如果你遇到那些厉害登山者啊，他们总会给你一个感受，就是朴素而安静的。通常在山里面行事张扬，穿得很少，露着大腿，那都是生嫩的登山者。为什么呢？因为山上蚊子超多的。一个熟练登山者不会让自己用一个非常醒目或者是非常对山不礼貌暴露风险的状态去做冒险的行为。好，所以回到人际关系，其实回到人际关系，他用这个故事做举例，其实有三个主题，分别是朴实无华，就是如果你对你自己的价值尊敬，你会活得很朴实无华。第二个叫做向可能性敞开，不要局限自己只认识你同温层的朋友，让你有机会可以跨出同温层去看见更多可能。好，所以我们有一个社团叫阅读人同学会，如果你是我们社团的朋友，欢迎按个爱心，我们看有多少朋友是已经加入社团的。其实在那社团当中就是一种向可能性敞开的过程，你可以在当中去在别人底下留言跟别人讨论书，也或者你可以写下自己的读书心得，别人跟你讨论书，其实这过程当中都是给自己敞开的过程之一。好，第三个叫做不放纵情绪，不要让自己的情绪太高，不要让自己情绪太低，不要让自己的情绪过分的外显，因为外显就会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会喜欢，有的人不喜欢，可是最后伤害的都是你自己。所以这也是一个给大家的一个回应，还有提醒，还有提醒。好，那可是要如何能够把这样的价值活出来呢？好，又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四句话：谢谢你，对不起，请原谅我，我爱你。谢谢你，对不起，请原谅我，我爱你。好，当你在内心念完之后，请给自己按一个赞。当你内心念完之后，请给自己按一个赞。好，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个主题叫做挑选伴侣。好，虽然我目前我们看起来阅读人上面的读者朋友应该多数人都已经结完婚了，已经来不及挑伴侣了，可是如果你本身现在单身没有伴侣，或者期待有新的伴侣，好，那下面要分享的方法我相信应该对大家很受用，因为其实这个方法是作者过来人的角度要跟大家分享的方法。挑伴侣其实跟创业一样重要，挑对伴侣，你的人生下半生才能够足以快乐。这个下半生要走得长长久久，要有人可以跟你聊着来，绝对不只是外貌单一好看而已，还有很多特质是要能够彼此连结的。好，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写下你挑选伴侣的方法，挑选伴侣的方法，跟我们一起交流，分享你的方法又是什么。好，那我接要准备分享作者的方法咯。好，作者的方法，他说在挑选伴侣的过程当中，在过程不一定要是欣喜或心动感觉，有没有很矛盾？因为我们过去总觉得要一见钟情，要看见他就情绪激昂。好，可是其实作者回到说，而是和对方相处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自己能够深受信赖，能够受到真诚的对待，能够让你内心温暖的对象，这就是一个能够跟你走长长久久的好伴侣，能够跟你走长长久久好伴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因为我之前曾经读过一些文字啊，一些书啦，他说爱情这件事啊，如果你跟他在一起，你看到只有他，那这个伴侣可能不太适合走一辈子，因为你们彼此的眼光都只有彼此，太狭隘了。可是如果你跟他在一起，你们却能够看见全世界，哇，那么你们是幸福的，因为你们是能够彼此信任，彼此相待，彼此支持，彼此回馈，
彼此带着彼此去冒险，去做很多彼此愿意支持成长学习的部分。所以啊，跟伴侣相处绝对不是让自己活得更只有对方，不是让自己活得只剩家庭，一定是在爱的过程当中能够有自己彼此开展的可能性。可是这过程当中也是要有更多彼此互相支持互相信赖，互相支持互相信赖。有人说来不及的议题啊，已经结了婚是吗？没关系，那么你要训练对方把今天的内容转发分享给他，说哎，我们可能现在老夫老妻了，没有那个心动感觉，可是我们要练习彼此信赖，彼此真诚，让我们彼此内心能够获得温暖。哎，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哦。好，所以如果你希望能够获得这样的眼光和这样的能力，好，那这时候要给大家哎这一段文字了。这段文字就是请大家好好默念，谢谢你，对不起，请原谅我，我爱你。好，当你念完之后，请给自己按一个赞，给自己按一个赞。这个按赞不是给阅读人，而是给你自己。透过给自己肯定，给自己按赞，你将能够找到属于你的，有更好的眼光去看到更适合你的伴侣，更适合你的朋友，以及能够好好的爱自己。因为一个人足够认识自己之后，你就知道什么人足以能够好好跟你搭配，而不会滥竽充数，不会滥竽充数。好，所以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分享今天这本好书，叫《内在小孩快乐，你才快乐》。它的书写体的方式是有点像是《被讨厌勇气》的对话体。就如果大家看过《被讨厌勇气》，就是哲学家和年轻人彼此聊天对话，去解答人生议题。好，那今天呢是由两位作者，分别是吉本巴娜娜，她本身是小说家，另外一位则是平良爱玲女士。他们两个透过对话过程当中去解析生命当中需要去处理的难题，好好爱自己的内在孩子，好好爱自己的内在小孩，因为当他快乐的时候，你才能够足以快乐。所以如果你总是觉得你好像活得不太像自己，生活有很多拘束，然后或许你需要的事情就是停下来听你内心的声音，跟他聊天。而这聊天的方法呢，当你找到了，好好跟他聊天，你就能够找到属于你幸福的方法。然后但更重要的是好好念一下这四句，谢谢你，对不起，请原谅我，我爱你。我鼓励大家可以做这些练习啊，就是试着打字，因为只有自己打过，你才会把 这四个字背起来。谢谢你，对不起，请原谅我，我爱你。谢谢你，对不起，请原谅我，我爱你。好，试着默念，默念完给自己按赞。然后我们也同时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也很高兴大家陪我们今天一起爱自己内在的孩子，让我们因为爱而存在，让我们因为爱而学会尊重自己，爱自己，并且饶恕自己过去曾经犯的错误，软弱的地方，不足的地方，而在今天重新开始改变人生。所以期待今天晚上的内容支持到你，然后明天晚上依然有直播要与大家见面，也请持续关注阅读人的专题读书会，要与你一一解读许多好书，使这些知识能够成为你生命的帮助。嗨，晚安 ，Nicole。